猪这天在家悠然自得地咬雷达丸，小龙虾不费吹灰之力将雷达秒脱龟口，没见过世面的猪惊呆了，小龙虾撅着个腚还能这么操作，自尊受到一万点伤害的猪转身就跟赶来的圣斗士告状，圣斗士护短心切，随即上前欲生啖其肉，定睛一看，小龙虾防护周密，无从下口，悻悻而去，两小只密谋一番，无果而终，密谋二番，还是圣斗士迎难而上，小龙虾急忙一击警备，圣斗士有备而来，欲取虾尾先卸虾足，情急之下，小龙虾再使撅腚神功，圣斗士被这番骚操作也惊呆了，根本不忍直视，抱憾而去。